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周超峰，他们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台风子。你有什么绝技呢？这可以吗？如果今天您能把这个黄瓜也切断了，那我就跳楼。你对未来的期许是什么？其实就想从武行转型成武术演员。有请本期主角。老师，你们好。你们好。你好。我的名字叫周超峰，来自河南省商丘，今年32岁。你其实也是与众不同的，你有什么绝技呢？我是武术和飞盘。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露两手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来，有请。有气势的。